现在大家都在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积极啊，在打造一个双语教学的环境。那尤其是我们一上任哈，针对古坑国中小成为一个双语教学的一个示范学校。那今年度又增加水灿林国小以及水林国中。那明年呢，我们在土库国中小呢哈，也会积极打造一个双语教学的环境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这几年来增加27位的啊外语教师，也增加了27位的英语教师。所以呢，我们呢。啊，希望在师资方面哈更加的充足了哈，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障碍哦。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情况哦。那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让孩子啊，在一个非常有兴趣而且非常专业的环境里面学习。所以我们在整个英语哈啊这个学艺竞赛当中哈，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。那这个学艺竞赛呢，也是展现成果最佳的一个舞台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大概分成4个阶段哈啊，不只是让孩子呢轻松的学习，有兴趣的学习，更加有勇气来展现哦。所以呢，无论是啊英语唱歌啦，或是英语说故事的哈，或是呢我们这个读者剧场，或是呢啊整个单字的一个竞赛哈，我想分成4大类哦。那今天是我们的首场哈，就是英语歌唱了哈。那接下来4天呢哈啊，透过这4天的竞赛，我们会选出啊最优秀的这些团队，那最优秀的这些孩子哈。那我想这就是展现我们在英语教学的一个成果。那我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处以及所有承办的啊这些同仁，还有所有评审老师，以及更感谢家长以及我们所有同学用心的投入。那我想啊，让我们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，让我们的孩子呢哈真正有国际竞争力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